motherfucking Eagles double G. Snoop Dogg. 大家好，我是莱姆，哈哈，今天呢，我终于弄到了这一台车 H2 啊，没讲他追了。第一件事情是要干嘛？当然要听一下声浪呢。然后我让各位听一下它原厂的声浪哦，这是原厂的声浪哦。好，那来听一下它到底有多么的震撼。气矿玩啊，气矿玩啊，听声浪是一件很爽的事。按照惯例就是稍微给它暖车一下，因为让它机油打上来，这样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它的稍微拉转就好，不要拉太多，等一下再来试试看它拉高转。各位，这个是6000转哦，听清楚啊，刚刚那个是6000转，大家试试看1000转。够远了，爽！我要洗我耳朵快震破了啦！人家惊死人。好啦，那我们先让各位听一下它的原地的拉转声就好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，在台山线，我们来试试看这台车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行。